你看哈，就这个女人，我刚才要买包牛肉干，你不给我买，你行啊？你等着看我怎么整。哎呦，还珠宝啊！又来看珠宝，我让行，等着我让你哭，你看，还手链。哎，等一下，美女，这款不符合我干妈的气质。来，拿粗的，拿贵的，不差钱，干妈，对不对？我要的爱。哎，老婆，老婆，太丢人了，你给我滚！哎，老婆，你别生气了，这次是我的错。那个什么，走，咱就给他解释清楚，我再给你买条项链。走走走走。是我错了，别生气了啊！好，我去给他解释。哎，美女，刚才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开了个玩笑，他不是我干妈。那个，找一条粗点的项链，哎，粗点的，贵点。没事，你别介意哈，我亲爱的哥太幽默了。哎，你别误会，那个什么，看喜欢哪一条，嫂子。你看这条行吗？那个，哎呦，我说漏嘴了。